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15年1月1号，先给大家拜个年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我跟酱呢一大早起来，今天非常的冷，大概只有25度华氏啊，就是零下10度左右。然后我们就到了，我们开了25迈就到我们附近一个 Five River 什么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啊，这一个地方，它里面有好多 trails， 那这个 trails 就是啊，我们走的叫做 Beaver 啊 ，Beaver Tree Trails。你看这边结冰啊，20几度，你看这边结冰的这个结冰的这个冰结冰，好漂亮啊！然后它这个地方啊，还有好多，它还养了好，那这个结晶好像这个冰块在这个水上面，好像个树叶一样，好美啊！然后这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冰块，有厚的，有薄的。你看，哎呀，好漂亮啊！然后刚刚水上面还有一个水泡，我以为是水泡，结果是结的小冰泡，好好玩啊！